我是好人，我是好人。大爷，我这好人，我是好人。大爷，我这好人，我是好人。大爷，这不行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刚没伤到您吧？没事没事，多亏我伸的灵活，练过。你看啊，要不然的话就不行了。是是是，我看出来了。您这是找谁呀？有叫周远的，是跟着住吗？啊，没错没错，我跟他一起住。哦，同居呀？嘿，这小子可以呀。合租。 我们俩是合租的室友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说的小子也不能长这么快能耐呀。哎呦，我说姑娘，这姑娘长得这么漂亮啊！你看看啊，这凹凸有致的身材，您看这皮肤啊，您看这小脸蛋儿，跟鸡蛋清似的，全是满脸的胶原蛋白。叔叔，您行啊，您连胶原蛋白都知道。嘿，我跟你说。 凡是美的东西，我都欣赏；凡是美好的东西，我都追求；凡是美的东西，我都学习。活到老，学到老吗？叔叔，您说的特别对。那个，周远去上班了，要不您去我家坐会儿？不不不，不用了不用了。哎，对了，一会儿啊，你把这个交给周远。行行行，给我给我啊，我给他。好嘞，麻烦你了啊。啊，这。 哎，慢走，下次见面啊，请你吃大餐。行，好，再见。你慢点啊。耶！这待真吵，哇，厉害，耶！初心天地。哎，大叔。 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，这请帖是给你的。谁给的？今天我回来，门口有一大爷，他让我给你的。你干嘛扔了呀？什么乱七八糟！哎，大叔，今天早上那大爷谁呀？他和你很熟的样子，打扮的可潮了呢。我也不认识，管谁呢？我洗个澡去。什么态度啊？你看看呀，倒是。周远。 这刚周远，就，不可能，我绝对不可能。